历尽沧桑，漂泊的心终究还是需要停靠的港口。爸，我以后别出去旅行啊，我爱留在峡谷陪你。另外一场意外却再度让林心月心碎，破碎的心要怎样愈合？你哪真正需要我，也在这里啊，我想我也在这里。台视八点档旗舰大戏《七百岁旅程》，敬请期待。